然就我的皮肤。刚才起床时，眼睛慢慢的体会了观看的能力，大自然的音乐唤醒了耳朵的记忆，鼻子贪婪的抢购所有的空气，我好像又看到了另外一个自己。特意安排下行程。我们比不上，偶尔在特定的施压下喘息，我们不快乐，不快乐，真的不快乐。把预先切好的蛋糕。